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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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打，一直在那边打这些东西啊！我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这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？我看到这什么东西？发生什么事情？难道 ？What？ 我谁？讲话讲话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从天上掉下来，你喜欢的？我要不要叫牛魔王出来看上帝？这等一下，我金钟硕，你是王富贵？枪放下来，枪放下来，拎起来冲啊！我你今晚到底是哦？你改名前叫什么名字？我考考你。两金康行。两金康行。好、欸，那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哈、欸，我真的怀疑这个不可能是他，不可能，因为如果是他，我回去看一下剛剛他那个哈，刚刚那个学生行为有点这么黏着女朋友的个性，哦，一定会带着女朋友，哦，来，我考考你，莎莉的左胸还是右胸底下有一颗痣，是左胸还是右胸？没有痣，没有痣。那这应该是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。你们这个在这边乱弄。太扯了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你哇，乌鸦是阿航呢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会在这边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收东西，收物资收到一半。不是，我先跟你讲一件事，我上次做梦梦到你呢。我觉得你上次那个应该不是做梦，因为我今天收物资收到一半，就好像刚刚看到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一些星空闪烁，然后我就过来这个地方了。可是这样子你不就不能待很久？因为如果像我上次一样的情况，我就是从一个什么塔台上跳下来。我觉得上次像是。可能是要有种能量，比如说这个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哦，靠这个在这边，搞不好能量一到，有没有某种能量爆发之后，我就能回去了。你手机还是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看一下我手机，等一下哦。我手机怪怪呢、你手机怎么了？是油桶，好像不太能用这手机现在。是完全清空的呢。可能原本我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手机就不能使用，到这里可能也没办法使用啊。靠腰好复杂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好跟他们在聊这些东西啊。我们哦，直接去喝酒。我刚好心情也不是很美丽，好不好？酒哇、哦，好久没有喝到了，走。好啦，那走。我跟你讲哦，林北不会一台车哦，吓死你！惊，身体还是觉得怪怪的，这里好不习惯。我看到你，我才觉得怪怪，而且我觉得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因为家暴然后吸枪了？然后什么家暴？我不是你在这边吸那些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在那边已经习惯看到。你干嘛翻垃圾桶？物资很重。你干嘛翻垃圾桶？物资啊！枪变得很落魄你没钱我给你啦。
铁罐，没钱我给你，你在干嘛？我不是要钱啊，我在那个地方钱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能不能相信这种问题而已啊。收这种垃圾桶只是饱腹我的肚子而已。你如果真的很饿，我这边有面包啊，你要不要出？我看一下，我翻翻我的背包。你如果这么爱收垃圾桶，我等一下叫那个环保清洁队的哦，你去那边慢慢收。那这个啊，给啊，上我的车。这是车哦，这不是汉堡哦。哇、哦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呢。先去旁边咬两口。这样子。哎，不要现在哦。饿到弄起笑啊哈。奥东来了。哎、欸，奥叔本。奥叔本去那个游乐园边啊，迄个下骹迄个必去啦。必去。海滩。海滩哦哦。哎、欸，去那边哈。我一个好兄弟回来了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来的，看很奇怪。哎、欸、啊，我们听一些比较现代抒情摇滚。许多小妖。好啊，现代抒情摇滚、哦。我突然这样好不自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哈、哦，先不要用无线电哈、哦。啊，我这样手机不能用，我是不是要跟你用无线电啊？哎、欸，对呢哈、哦，那你有无线电吗？我没有无线电呢。啊不，传你来买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先去买无线电，在哪里？你有听古典乐的习惯吗？没有，我已经很久没听歌了。哦，好了。哎、欸、啊，你跟我说那个不是梦，而且真的啊 gay，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呢、欸那個。我觉得应该就像是虫洞时空的扭曲，有没有听过？哎、欸，你是要塞车不？你阿妈，我带给你。Sorry， 不好意思哈、哦，立马知道我的个性啊，就是安呢、欸。不过你开车好像进步很多嘞。哎呀，我开30而已，干。靠！哦，给啊！我的门！哎、欸，你的车门撞到我的汉堡，你要赔是不是？我这一台车800万呢、欸，800万！哎呀、啊，这台竞标来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个哈、哦，所以你说你是环游世界，后来踩到虫洞，掉到一个平行时空，然后怎么样？那边都很，大家都没东西吃，所以都在捡垃圾。对，那里有一种东西叫做丧尸病毒啊，被那个丧尸咬到会人传人啊，人传狗，狗传人的、啊。看，你该不会被咬了吧？没有，我没有被咬过，我在那边非常的注意啊。那欧丽有咬你吗？有。在哪里买？我不知道，问你们楼上，楼上。现在还早，我不想跟你讲这些。可是哦，真的啊，看到你很开心、哦，我看到也很开心啊，有点惊慌失措的。后面这里，后面都位，我家行。哎、欸，你要急吗？你没钱的话，我拿200万给你。我钱哦，应该是有啦，还是要500？1000。不用啦，我们老朋友讲这些东西，事实来个拥抱就好了。不对哦，你到时候你也不能在这边待很久。后来，你身上有带钱吗？我买了哦，有。好，这样。我真的很累了，总统啦那边直接讲说市长要空降了，因为国内外动荡不安，结果咧。我被市长直接指派成顾问，变成别人的小弟儿了。啊，你看，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你的心情会怎么样？肯定是感同身受，很难过啊。